朝頭早你再開出嚟嗰陣水就叫隔夜水啦。意思即係佢困喺嗰個喉管裏面越耐，如果喉管裏面有污染物或者角口有污染物咧，佢會釋出更多溶於水嘅鉛，而啲鉛咧對小朋友對對媽咪咧絕對係好大嘅傷害。咁所以我係建議大家咧暫時唔好飲用呢度啲水，咁咧就係用政府供應俾你嘅樽裝水同埋去水車。咁我已經同梁振英講咗，因為剛剛我嚟之前就係見梁振英，已經叫佢第一時間出。